Hello，今天吃鲍师傅肉松小贝。核桃的，现在这个升级款很方便，出门在外的话只要拿着就可以了，然后放在这个杯子里面用开水冲开就可以，特别方便。再来一个核桃的，机器人来送餐了。Hello，机器人你好。哦，那点开，点哪？马开门。谢谢你哦。好了，我知道，会给你关的。可以给我喝饮料。拜拜。人家有点累了，帮我写个五星好评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拜拜。又点了外卖，这是永良小菜的。上海特色菜，你们来上海可以试试这家店。我吃饭了，姐妹们。